舞蹈节目录制，几乎常常表现都会引起不小讨论。近日更被网友批评杨丞琳上台时出现表情管理不佳，更有肢体僵硬等问题，在网络上被网友议论纷纷。对此，他发文表示 ，Battle 本来就有该有的状态和表情，认为那些只会批评的人是外行人。他也认为这样的举动是霸凌，是很糟糕的示范。而近日，他则上传一段自己练舞的幕后花絮，并笑说：“再不发，节目都快结束了。”而贴文在网上曝光后，就有粉丝留言直呼结束了也好，很支持你做热爱的事情，但真的不想再看到你被霸凌了，好心疼。对此，杨丞琳也罕见在底下回复对方，表示节目结束与否跟别人对我的态度并没有直接关系，人生有很多值得在意的事情，希望粉丝开心点。